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丝。Hello， 因为要降温了，所以我要给你们推荐一下，我觉得好像很新颖的一个单品，叫冲锋衣羽绒服。很厉害，就是它里面是羽绒服，外面是个冲锋衣，它是可以搭配的。给你们看一下啊。我觉得我很喜欢冲锋衣，它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丫丫冰壳系列冲锋衣羽绒服两套的，有三个颜色，很好搭配啊。我今天裤子是卡其的，这个我太适合了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卡其色的衣服啊什么的。里面呢，就像我一样搭一个小背心就好了，但是又能抗风。这个又是鸭绒，又特别特别的柔软，特别特别的舒服，因为太喜欢了。所以呢，粉色我也 get 了一个，就这个就可以配一个白裤子，还有一个是黑白的，这个就是很适合在剧组穿了，好精脏，好精脏啊，这个都不容易脏。三个颜色啊。三种搭配，反正我是都 get 了。这个呢，就是丫丫三合一冲锋衣羽绒服，真的很暖很暖，因为它的内胆呢是哑光的，袖口呢是螺纹的设计，刚好就可以把手手这样子遮住，都可以单穿，它这个就会很显瘦，哈哈。它是90白鸭绒，又轻又保暖啊，等于说三件的话，我就得到了六件。它真的很划算哎，主打一个好看、百搭、实用、耐穿。关键是你感觉它那么厚实，我现在都出汗了。它居然很轻很轻，完全就是一个必入的产品。所以你要送给长辈啊什么的，都是完全 OK 的。你看不出来吧？因为它感觉好像很修身，但其实它空间非常大，很遮肉肉。下面像我一样搭运动鞋、裤腿裤也是 OK 的。靴子下面搭一个瑜伽裤、鲨鱼裤，然后你搭这个，你就会显得腿非常细。压压一个非常有轻微设计感的一个羽绒服。单穿这个冲锋衣也是非常好看的，看一下啊，就像现在这个时间就可以单穿这个冲锋衣，好，就是很休闲很时尚，推荐给你们了，拜拜。